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要起来去出工，对，先化妆，然后去吃个早餐。我们现在来吃饭，吃早餐了。给大家看看我吃什么。这边是我吃过的早餐，这边吃过了，吃过一点，忘记录了。刚刚全都是黑胡椒。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松饼，但热热的会好吃一点。然后要了一个，这个是水果，对，还有一壶茶。现在吃完早餐了，我们上去整理一下，就要去工作，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哇，现在太阳好啊！这是我来到温哥华拍摄的第一天，最近有点感冒，非常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但是这边气候非常好，而且特别美。给大家看一下拍摄现场。哇，你看这些小野花，超酷！还有蓝天树，当然还有我。我们一会儿就在这边拍，啊，那边有零食，是这地方。我现在收工了，然后来到这个特别有名的蒸汽钟这边，我给大家拍一下。我也顺带来个旅游打卡，咳咳。哇，巨多人！看到吗？那个钟在那个钟在冒气儿，特别多人。这是这条街最有名的，有点小。